个主恩，我哋庆祝春节主日，星辰降临节都可以话系教会嘅开始，因为啲门徒由嗰阵时开始就变得毫无畏惧嘅畏惧感。開始射住宣講福音，喺你方面嚟講，到咗聖神降臨節，復活節就結束。下個星期一，上年期又再開始，透過今晚嘅讀經一中讀第四六，我哋知道當逾越節過後50日，即係耶穌復活後50日，啲門徒同其他人聚集喺一間房，有一陣聲。好似刮起暴風咁，從天上落下，充滿整座房屋。聖神嘅出現，除咗大家熟悉以靈子嘅形態之外，喺呢度強呼都係指聖神出現時的狀態，跟住又好似火的舌頭出現，喺佢哋每個人每日上，呢個係天主納罪的標誌。而家我哋重温一下講完有。描写天主的特状，是以火的形状出现，是出谷记载天主召叫神，天主住在燃烧荆棘的火焰中，同门徒讲话。又當以色列人民在沙漠的行程中，在黑夜的時候，就有火柱在面前面引領他們的行走，作為天主臨在的證據。而聖神臨在的標誌就是人能教我你識的多種語言。聖經話，啲門徒即刻出去，開始向來自好多唔同地方的人講話，每個人都聽得明係自己的方言。呢度信息好清楚，福音只是为一个民族，而是为整个世界的人类。大家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讲当事人只有一种共通语言。他們就一直一塔，依座巴貝爾塔合頂摩天，因為他們驕傲想高於天主，天主懲罰他們混亂他們的語言，避免一起犯罪，使到人
從此因地會不同，語言不通，人與人之間就開始有分裂。但係今日聽話嗰個人就聽得明，個個人都聽得明啲門徒所講嘅嘢，即係嚟自天主嘅喜訊。所有嘅人喺天主聖神出現之後，可以再一齊聚集，彼此溝通，唔再分裂，邁向合一。睇翻福音，耶穌聖靈透過佢，天父會派遣五位聖神俾啲門徒，聖神會安慰佢哋，就會喺遇到困難嘅時候堅強佢哋，又會引導佢哋更全面咁理解耶穌曾經教導佢哋嘅一切。一方面，我哋唔使驚訝，係當時教會嘅基督徒及即教會歷史發展一直以來的基督徒都會變成某些人的攻擊對象，被誤解，甚至被虐待等等。因為這些人覺得基督徒所宣揚的愛、寬恕、正義和和平的信息會成為他們非常有威脅性的危險言論，所以必須受到攻擊。現在教會現在的使命就是要將人類帶回給天主，不只是帶你人歸於基督，而就要建立天主的國在人間，幫助所有的人認識只有一個真天主，以及引導他們和天主合一。這個使命都是我們每個人的使命，我們都要思考怎樣為教會達成這個使命作出貢獻。